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花。今天改娃的主角是这只麦凯脸的 Barbie。 虽然每一款 Barbie 脸模都各有特色，不过我觉得麦凯真的是里面最最最好看的一款了，没有之一。他的五官可塑性超强，不管是优雅还是张扬，辣妹或是御姐，他都可以驾驭得非常好。那像今天这只麦凯，就是想要把它从原本比较清淡的妆容改成一个有浆果色口红的御姐。总觉得现在各个品牌的新娃都没有老娃时期的那种气质了，到底是我们的审美更迭太快，还是说老娃的优雅都是岁月沉淀留下的礼物呢？喜欢这个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一键三连哦！拜拜。